Go Warriors Assembly 被认定为美国骄傲的联盟，由 SuperSonic Jonas 于2024年在联合创始人 LJ The Cool Go Animator Boy 2009和副领导人 Hobo Erectus The Ants Animator 2K8 的协助下成立。大会有50多名成员，根据目前的成员名单，最多只能容纳110人左右，因此可以为领导者的愿景创造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大会由 Jonas 拥有一年的一群朋友在南佛罗里达州成立，然后他决定找很多人邀请他参加集会，以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联盟，并保护许多人免受流氓用户的在线骚扰的危险。这些用户的目的是攻击和抗议被迫永久消亡的社区。得益于大会系统， Jonas 拥有丰富的处理事务的经验，并热衷于环游世界，有时专注于从东方到东南的亚洲国家。此次会议的认可得益于美国政府和会议所重视的以下几个国家的帮助，即韩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和新加坡。